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ania， 今年20岁，来自台湾。这次我第一次参加选美比赛，因为我非常喜欢挑战自我，然后也希望借由这个比赛能够让自己磨练的在舞台上面更有自信。那我还非常喜欢呢创新，因为呢我从小就学音乐，然后自己很喜欢，平时喜欢作词、写歌、写曲。我在第一次海选的时候呢，用了小提琴加在唱歌里面，在一首歌里面自己加了拉小提琴。那在半决赛的时候呢，则是边拉二胡边唱歌，那也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。所以呢，因为我希望我们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 community 里面是非常多元化的，那希望能借由音乐把这个带出来。那希望喜欢我的朋友们投我一票，也在4月29号的决赛里面来帮我加油打气，谢谢。只想你，没有。